1.3 这边 state pattern，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乘三，重复的乘三 ，multiply the previous number by three。我自己本身会要求我的学生写 start with four， 然后 multiply，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除二，所以同样的在这一边它也要写 start with 256，然后 divide the previous number by two。previous number 是之前的那个号码，然后 determine the pattern using an algebraic expression， 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一零二四二零四八这些都是二的 power 来的，所以这个是二 power 一，这个是二 power 二，这个是二 power 三，这个是二 power 四，所以这个是二 power n。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其实是重复的加三，重复的加三，所以我前一个呢会是二。所以我的 Tn 呢，我的 B 的这一边呢，我会让它 Tn 等于二加三 n，然后 n 等于一二三，我会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写，跟课本的这一个写法有一点不一样，OK，然后三六九，那这边是加三加三加三，所以我前一个是什么呢？我前一个是零，所以我的 Tn 会是零加三 n，OK，零加三 n 的话呢？其实就是 Tn 等于 3n，然后 n 等于123，OK，你可以看到我的写法跟书的写法不一样的是，它是从零开始，我是从一开始，OK，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是减二减二减二，我回前一个的时候我是加二是五，所以我的 Tn 呢会是等于五减 2n，OK，我的 Tn 就会变成五减 2n。然后 n 等于一二三，OK，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一边的时候，我的三，你看啊，我的三 e 减一跟减三，OK，三其实是五减二乘一，五减二乘二，五减二乘三，五减二乘四，OK，所以你跟着这样的规律下来的时候，它的 Tn 就会变成五减二乘 n 这样的一个规律，OK，所以我会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在这一边，特别是在这一边，他要你找第七个的时候，你看减三五十三，它其实是加八，加八，OK，我在加八的时候它是21，加八的时候29，加八的时候37，加八的时候。它会变成就45，然后我再加八的时候，它会变成53，然后再加八就61，69，然后77，OK，所以我246第七个，八十十一第十一个，所以它是45跟77。可是其实呢，我可以做怎样的一件事情呢？你看啊。在这一边它是重复的加八，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它就减八，所以它前一个是减十一，所以我的 Tn 是减十一加八 n，然后 n 等于一二三点点点，所以在这一边我要找第七个的时候，减十一加八乘七，八七五十六，五十六减十一，五十六减十一的时候，我拿到的是45，你看45对吗？对呀。然后我要找第十一个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减十一加八乘十一，所以它会变成减十一加八十八，八十八减十一就77，你看拿到了，OK。所以我们的 B 跟 C 的这一个呢，我就不用那一个普通的那种 list 的方法，普通 list 的方法它其实是很简单的，OK。来我们。好，来，我们就不用普通 list 的方法，我们就用这个，它其实是再加1.5，然后这个也是加1.5，所以它前一个呢其实是2.5，所以我的 Tn 会是等于2.5加 1.5n，所以我的 T7 等于2.5加1.5乘 7，OK，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2.5加1.5乘。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3，你看13对了。然后我的 T11 呢，就2.5加1.5乘11，OK，
好，在这一边我把这个改掉，变成11，然后我就拿到19，所以它答案就变成19。然后这一个呢，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减四减0.6，减0.6，减0.6。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这边应该是加0.6，所以是减3.1。所以我的 Tn 等于减3.1，减0.6n。所以我的 T7 等于减3.1，减0.6乘7。OK， 我就这一边有减3.1，然后减0.6乘0.6乘7。OK， 所以我答案拿到的是减7.3。那减7.3，减7.3，然后我的 T 11的时候就减3.1，减0.6乘11，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一个改成11，然后我拿到的是减9.7，减9.7，减9.7，然后你看刚刚的这一个，我的是减4.3，减 -3.7。所以它其实是在减 0.5， 然后我的减 3.7， 减 3.7 加 0.6， 加 0.6 就是变成减 3.1， 是这样来的。 OK， 好，来我们再来看第四题。它讲这个巴士 OK， 8点开，8点半开，9点开。 OK， so在这一边 calculate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departure of bus， 很明显就不是半小时嘛，所以它答案是 half hour 咯。 OK， 30 minutes 咯。然后when does the time E leave， 所以9点半，然后10点咯。 OK， 所以答案是10点。然后 what time 它 take 5 hour， 就变成5个小时后就13点啦，1300小时。哎，五小时哈、哦，就1500小时，1500时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就是3 PM， 所以它答案是3 PM， 这样。